七八公分，应该可以再更长啦，我相信。来到新竹火车站，采访下亚洲男人的鸡鸡都多大 ？OK， 我们走吧。请问你的鸡鸡大约几公分？我上次认真量，你说有勃起还没勃起的时候？最大。最大应该13、14吧。15。我鸡鸡大于。大约了，大约大约。大约哦，大概是15到18。应该10公分吧。应该30公分吧。应该30公分。哎呀！我靠，30公分！一般乡民不是都是这个水准吗？哦，你是有听完童文哥30公分是吗？听之前就长那么大了。哦，哇，那你女朋友应该很幸福哦。这不好说。请问你的鸡鸡大概几公分啊？10几公分。请问你的鸡鸡大约几公分啊？年什么？你的鸡鸡啊，阴茎啊，大约了。很久没量了。大约几公分？最大的时候？最大的时候，7、8公分。应该可以再更长啦，我相信。16。16，哇，这个数字在亚洲蛮常见的啊，哈。蛮常见的吗？你可以比给我们看吗？最大的尺寸有没有这么大？没有那么大。大概15、16吧。那通常怎么都洗澡的时候怎么洗你的鸡鸡？用肥皂洗啊。用肥皂洗怎么洗？比喻一下，如果这个是你，这是我鸡鸡，就这样子搓。哇，那肯定洗得非常干净了。就把它翻开洗。翻开怎么翻开洗？你比喻给我看。如果这个是你的鸡鸡，翻开来，然后搓一搓。哦，搓一搓，还是会搓。对。通常你都怎么洗你的鸡鸡啊？你怎么洗类似啊？怎么吸鸡鸡吗？我们是优质的节目，哥是洗鸡鸡，不是吸鸡鸡。洗啦！洗哦、你可以示范一下吗？就翻着泡泡，然后抚摸一下。抚摸一下。我感觉很怪啊，就会把它翻开来洗啊。可以比喻一下有吗？如果这个是你的，就是会这样翻开啊，翻开了。哇，你这个动作做得很生动啊。真的，反正就这样翻。对啊，因为干净嘛，清洁嘛。对啊，这样才不会藏污纳垢。如果这个是你的话，你怎么清洁？这个是我的话，对，就好好的搓洗。哦，你这样摸我很有感觉啊。这个是什么？你的鸡鸡了吗？就把皮往下剥，然后用水冲一冲，这样就假装，对啊，大概就这样。就把它翻开，然后这样搓。就是把它翻开，然后这样搓一搓，搓一搓。哇，那蛮有经验的。那哪一天如果我需要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可以是吧？可以。大与小其实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清洗这一方面。一定要清洗干净 ，OK， 记得照旧订阅我们虎噜搜一搜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摄影当嘞。